上面，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，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，隔壁班里那个男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，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痛。该念的书都没有念，一阵风